我们，我在新加坡，这个地方据说是，哦，那个地方总统府，绿色的那个总统，啊，总统府，总统可是住在那里面有一个红袍。哦，已经可以进去坐了，红袍可以好，走，可以进去坐了，好，一个红袍，好，就住在这里了。我们今天要来这里吃饭。今天要来这里吃饭，好，可以进去了哈。今天要来这个餐厅吃饭，同乐海鲜，哎，同乐海鲜，对、啊，爸爸已经可以进来吃饭了，走。新加坡总统，好，就在这边。爸爸公家是新加坡的总统府啦，那个绿色那里就是那里，那里，哎，领袖的那个，那里，哎，那里就是总统府，绿色的那个那段都是新加坡的总统府，哎，对，绿色的，有啦，就是那个森林呢、啊，森林中间，绿色，嘿嘿，啊，那个可以有个红瓦屋，白色的那个。不是啦，这个绿色的这个地方啦、啊，这个地方这个绿色的这个草原来对的是总统府，啊，就是迄个是总统府啦，啊，遐有一个红红的无，遐一个红红的迄个厝可能就是，伊讲红遐厝可能就是迄啦，哎对，好，好，我们去吃饭，走，走快点，好了，走，好。OK， 这边左边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去吃饭喽。OK， 好的。